咋了？我现在还没。那我喝酒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咋了？你一边找。没有没有，我看人忍着。不是不让你去呀？谁说不敢去？招呼我了。别打了，啥你出来？妈，就是有个问题。啊。这鸡翅，这个酱有点咸。酱，哎呦，酱咸也是有问题啊。嗯。你吃吧，妈给你卷一个，吃吧。谢谢。这土豆丝炒菜好吃啊。头发上顶了。没有。